Jambur sordon himi jang sonder holom jambur ngal gya da da gar da ngam san do shir ma do tum ba thir je jan la ki sham sar we tu hua yi che zhong zhen qin da jia fa wu sheng shu sheng de bu di xin a jing ne mu ba dan ba dang la bu san ba ta ba jan san ma dang nam san ma me ngum bar ndoshin mefshu par nga bonda ta kan sa kan la xiang zu sen hua yin yi xia a na ma jin tian na ye ji xu jiang zhe ge da chen jin zhuan lun a jiu shi zhe ge da chen jin zhuan lun na que shi shi zhe ge fo jiao de zhe ge zhuan ye zhuan ye de yi ge ke ba da chen fo jiao de yi ge zhuan ye ke 基本上大家都能听得到，就我晚上这个讲课的时候呢，就是就一个一个的听吧，就是听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大多数的就是对这个大乘这个佛教的意义呢，还是能让这个听得懂，就是这一点就是确实在我们有些人就是比如说这个世间当中获得了什么这个金钱呢。 或者是地位啊，就这个时候大家欢喜如款。当然，这也是世间法的一种欢喜方式。但我们今生当中遇到这个大乘佛教的这样的这个文思修行的机会呢，这是非常这个难得啊，就因此呢，我们对那个求法的这种信呢，就是不要有遗憾信啊，就要就一直坚持下去，就是这是我一生当中呢，就是最值得提倡的。我们对那个求法的这个意乐呢，就是尽量的，就是真正日上，就是这就是非常这个有意义的事情。大宝基金当中呢，就是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说这个大智求法者，所谓诸菩萨啊，就是求法无言足。 就是大乘这个菩萨，或者是有大智慧的求法者的话，那就是实际上是真正有求法意乐的人，就是菩萨，就是他对这个求法呢没有厌烦心，没有满足心，闻已倡已至，拂如法修心。 就是说，就他听完中间有一段，但是我不是记得很清楚。然后他听到那个大乘佛法之后的话，那就是他还是会如理如次的啊，就是去修行。就是所以，我们首先呢，就不用满足性的这个求大乘佛法，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就终身学习，终身求法，就这样的一种这个理念。然后听到法之后呢，并不是把它扭在这个磕头上。 就是说】，就是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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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那么我们讲到那个，就是他这里需要做赞叹的菩萨呢，从这个心界性啊，就是从心界性到这个释义谛之间的这个菩萨呢，就是有就如果归纳起来的话，那我们有五个不同的这个差别啊，就五个不同的差别。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住心界性的，也就是说虽然没有先前这个菩萨的所有功德，也没有完全这个证悟这个空性的，但是呢，对大乘佛教和对空性意义就非常有信心的。 啊，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对大乘佛法确实有信心的，我们可以叫做是心界性者，就是这是第一种啊，就是第一种。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叫这个增上一乐境，增上一乐境呢，就是获得了第一菩萨开始的话呢，他们的这个一乐是这个清净的，因为他们已经这个证悟了这个诸法的这种自相啊，诸法的事相，同到了这个自他平等的这样的这种法界性。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在这个利益 众生上面呢，就是没有什么不清净的，一乐完全清净的，不管是做布施也好，做这个其他的这个心呢，不像我们凡夫人一样的，凡夫人毕竟是染有一些烦恼，这个就障碍垢染，就是，但他们呢，就是没有的，就是所以我们这个呢，就是叫做增上一乐者呢，就是是一地菩萨的这些心者，这也是值得赞叹的，这是第二种就是需要值得赞叹的。 然后第三种就是赞叹的，那就是有相的菩萨。所谓的有相菩萨呢，就是二地到这个六地之间呢，因为二地到六地之间的话呢，就是他们相续当中还是有一些这个障碍，就是这个有一些障碍，就是当然这个障碍的分类我们以前也讲过，这里不提。那么他们有什么样的这种障碍呢？ 第二地菩萨呢，就是他有这个声闻缘觉菩萨的这种三乘的那个相的这种，也有这种种相的这种，就是种种相的这种有相。然后三地呢，就是他有那个萨迦耶见的相，他要想断除这个萨迦耶见啊。然后第四地的话呢，就是枯寂灭地。 因为灭道啊，也就是说，这个苦谛和界谛是所断的，这个道谛和灭谛是所性质的这样的这种相的这种，还有第五地菩萨的话呢，就是他就摄持世间的各种各样的什么这个功巧也好，就是听闻佛法也好，他有很多的这个也是灭当中的一些相。然后六地菩萨呢，就是他对这个缘起啊，就是 这个十二缘起的话呢，就是它以离世和损失的两个方面的一些这个相，就是它有啊，当然这个是他们有比较在每一个阶段就比较特殊性、象征性的有一些相。这样的话呢，就是二地到六地之间呢叫有相菩萨，就是它也是值得我们赞叹的，就是这是三种第三个这个所赞叹的对象。那么第七地呢，就是叫这个无相菩萨啊，就是无相菩萨。那么无相菩萨呢，它已经端出了就是前面 所有的这些相啊，就是从一地到这个六地之间的所有的这个相，我们说是这个什么这个鼻支圆心会身，就是那么就是到了这个七地菩萨的时候呢，他的智慧的是已经就是非常的这个超越，就前面的，就是所以他的智慧呢，就是叫做是无相菩萨啊，就是这是也是值得赞叹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从这个 三种清净地，也就是说是八地、九地、十地啊。那么这三个呢，就叫做是无无先行菩萨。为什么无先行菩萨呢？因为他们呢，就是无有这个分别量。到了八地智慧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很多的这个功德呢，就是人云之称，就是不需要庆作，就是不像我们一样的，就我们很努力的，就是就不。 比如说，我们要背一个颂词的话呢，我很努力的背诵，就是然后背完了以后呢，一会儿就又没有了。就是现在我们有些道友背诵还是挺好的，就是包括我们今年学院的这个喇嘛和鸠摩也是，今年他们背诵的要求是特别高，就是然后他们早上5点钟都是就是5、6点钟的到大经堂去那个开始背诵了，就是我看那个跟以往有点不同的，就是他们那个教务处给他们也调整了很多，就是有些爱文思的 人呢，就是非常欢喜的，就是觉得是有这样的压力挺好的；不爱文思的人呢，非常的痛苦，就是现在压力特别大，就是也特别烦，就是就要想逃跑，就是有这样的，就是所以说我们这边的话呢，就是也可能改革的不是很大，但有时候的话呢，就是随着我们的这个不同的这种
人群的这个心态，就是时代的这个发展，还有我们这个就是各方面的一些这个必要呢，就是有时候也有一些这个调整啊，就是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还没有得到这个八地之前的话呢，一切都是需要这个勤做的啊，做饭也要勤做的，走路也要勤做的，就是。就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呢，就好像是乘在这个云上面一样的，就是无情的，就是只放在空档上，就是直接就不需要用一种这个勤作的，就是所以无分别，就这叫做无限性的菩萨，就是这也是值得赞叹的。当然，这个五个菩萨的除了心界性以外的话呢，我们都确实是比较没办法，就是只有我们相信，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境界，就我们也看到诸佛菩萨的这些功德的时候呢，必定会是有这样的非常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和这个就是将来就是获得这样的智慧，就是我们发愿就是让他获得就是其他的话我们只是在理论上知道，理论上应该要懂的，这不然学习大乘佛法的人对大乘佛法就是一窍不通，就然后呢就是如果我们讲到一些实践法的时候呢，就是那这个就什么都会讲，什么都会说，什么都会想，就是然后一遇到那个大乘佛法，就自己认为是自己大乘佛法，就是但实际上什么都不懂的话呢也不行，就所以我们现在那个佛教徒呢普遍的就是这个学习大乘佛法的意了还算是比较不错的，我也相信呢就是希望我们这个以后啊，就是尤其是大乘经庄严论的话呢就能不能那个就以后这个弘扬啊，就是当然这个工程量是比较大的，就是我想以后有没有这个像我们这样的这个讲者和听者，就是不知道，就是现在这个末法时代人们也特别忙，就是然后这么多的论点我们是就是里面的内容非常好的，就是你们可能学了以后就还是有感觉的啊，就是原来大乘佛法都是口头上说的，实际上很多道理是不懂的，那学了这会很好的。那这样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了解这个菩萨呢，就是有这样的这个五种这个特点吧，就是那么这些呢就是也应该值得赞叹，就是所以我们这个所赞叹的这个菩萨的分类呢就是大概有这么多。那么接下来下面的这个真实的这个赞叹呢，就是五种这个菩萨的这个法相啊，就是分两个方面的，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讲以这个修行啊因波罗蜜多这个心力不退而赞叹菩萨的名义，还有呢以真悟菩萨的这个过，就是一个是从因方面赞叹，一个是过方面赞叹菩萨的名义和意义。然而首先第一个呢有分两个方面，就是是这个以欢喜菩提等九种差别赞叹，还有呢就是宣说菩萨的这个义名啊。然后首先是就是下面呢有九种不同的侧面来赞叹这个菩萨啊，就是这些菩萨呢就是就其实是这个这九个法呢，就是都是讲这个六波罗蜜多，就是六波罗蜜多。那么我们全部要讲的话呢，就是每一个里面有六个，就是那么这个九个应该有四个吧，好像也这样，应该是九个。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六波罗蜜多都比较多啊。就是那下面我们首先是他用这个欢喜菩提的角度来就是赞叹的啊，就欢喜菩提的层面来赞叹的。Dulla machiga lexim nambar daga chuwa zirnun yundun chuglar len chule magyo tenyidun zapmum tong Fianchib garden, fianchib sanhua yin 一个解释啊，就不贪三业尽，复称就亲神的，发不动见证，系菩提菩萨。他这里呢，从那个欢喜菩提啊，就欢喜菩提就是这个层面了，就是赞叹这个菩萨呢，有六种功德。那六种功德的话呢，就是从六波罗蜜多层面讲，首先是这个不贪呐。就是不贪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实践的色声香味触的这些殊勇呢，就是为主的，还有那个内外
的就是财物也好，身体也好，就是这些，作为菩萨的话呢，就是他就不会呢，就是依次而这个贪执的，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就是贪执这些财富的话呢，就容易这个摄食，就是容易这个布施。啊，就不管是事物也好，我们很多方面就是大乘呢，就是大乘菩萨是为什么不布施呢？就是首先舍不得，就是贪着，就是这个原因。那如果不贪的话呢，就是他愿意这个摄食，就是第一个是不贪啊，就是不贪。那么第二个就是三业尽，就是三业尽的话呢，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生于意。啊，就清净，就是身体呢，不扫、不倒、不淫，然后语言呢，就是不说妄语、不说粗语、不说器语、不说恶语，然后心的话呢，就是无这个害心和嗔心和邪见，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身口意呢，就无有这个杂染，就是没有这个恶业，就是所以呢，得以这个清净。因此呢，就是菩萨的这个戒律啊，就是得以清净，就是这是从这个戒律层面就是讲的。然后讲到这个安忍的话呢，就是复称啊，就是复称的话呢，意思就是说，这个别人对你进行这个加害的时候呢，菩萨就是不但就是对他不会，就是进行报酬，就是反而呢用慈悲心来，就是接受他所有的一切的行为，因此呢，就是让这个安忍。并且就是让亚佛或者是断除自相续当中的所有的这个嗔恨啊，就是所有的这种这个嗔恨，就是这就是菩萨的这个行为啊，就不是以牙还牙来，就是那你如果打的话，我打就是先你打还是我打，就是让就开始听说是有些这个就是听如菩萨心论的，讲如菩萨心论的人都是，边喝茶边那个，就是最后就吵起来了，然后茶杯拿上来，就是开始，打这个对方的那个头啊，就是也有这样的这种视频，就是所以说这样不太好。就是这是这个说明呢，就是没有修好安忍啊，就是修好安忍。如果没有修好安忍的话呢，那学如菩萨行论和讲如菩萨行论呢，就是也是很辛苦的，因为那个安忍就安忍品是比较长的，就是所以说我在那个新西兰吧，就是讲的时候都是讲了好几节课，就是所以可能是看看怎么样，对吧？就是这是那个复称啊，然后讲那个亲圣道，就是那么精勤呢，就时间和处世间的非常殊胜的这个功德，也就是说这是精进波罗蜜多啊，就精进波罗蜜多呢，我们对世间的这种善法呢也要修，处世间的这些功德呢也要就是精进的去修啊，就这是复称。那么发不动的话呢，就是通过这个禅定因缘修行的话呢，那么断除就是自相续当中的各种三乱妄念分别念，就是这样的。然后就见证啊，就是见证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波罗蜜多啊，也就是说通过这个人我和法我来，就是让真正这个认识到诸法的这种本性啊，就是诸法的本性。那么这个是叫做什么呢？就是波罗蜜多。那么以上的这种六波罗蜜多的话呢，就是菩萨先就是在三智士面前进行这个闻思，然后自己就是获得智慧的话呢，就是非常欢喜的修持，并且这个功德呢，就是发愿，就是回向，就是利益一切的这个众生了。那么这就是使这个欢喜菩萨的这种这个行为，或者说值得赞叹的啊。就我们一定要也看看，就是这个全部的这种六度万行要修的话呢，当然是不是那么这个容易的。但是最重要的呢，就我们这里也讲了，就是有深度的，就是见证，就是要这个深深的，就是见到一些这个诸法的这个真相啊。就是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是不是光是这个听一听课就可以了，就是一定要自觉的。自觉的要深入这个法藏
这样的话呢，即使你平时的智慧不是很高，但是呢，到一定的时候，真的能感受到这个佛教里面的一些深深的这个道理。就是当你真正是这平生到他的深深道理的时候呢，那这个其他的见解呢，就是不会动摇的。那个时候呢，就是不管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这个不是也好，刺激也好，安乐也好，就是什么这个其他的话呢，就是都很容易的啊，就是都。 都非常容易的。那个佛经里面有，我看到有一个叫做出窑记呢，就是出窑记里面有一个教证，就是很好的，就是说是中时法是圣，中了法了上。 啊，就是所有的这个行为当中的话，法不是很深的，所有的这种这个法上面的话，那就是所有的这些安乐当中的话，那就是那么依靠佛法来安乐是很重的，然后中立人理最，爱尽苦地妙，就是说所有的这种这个安忍当中的话，那就是那么就是人的力量是最强的。 啊，就这样一来呢，我们十二缘起里面的爱的这个本体呢，可以断除。如果爱断了以后，苦也可以断除。就这就是非常这个深妙的，就是这个是，好像那个出家经里面一义都有解释的啊。就是首先讲这个发了为什么殊，法是为什么殊胜呢？因为我们其他的布施就是不能，就是比如说财布施的话，那暂时解决你的贫困，但是发布施呢，就是对你永远就是获得利益，就是。 这个原因，然后所有的这个乐当中的话，发了最深的。如果我们依靠佛法而获得了出世间的快乐的话呢，它是永恒的，它是并不是那么无常的。所有的这些，这个人当中是，如果人波罗蜜多的话呢，那这是最强有你的。所以我们。 要修行的时候呢，就是这几个都是很重要的。就是我记得那个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国王，就是他当时呢，就是好像那个，就对方的一个国王，就是对他进行这个对抗，就是反抗。然后这个大臣呢，就是很着急，就是对国王说，就是看怎么办，就是现在，这个外面的这个军队都开始来对抗，就是这个国王呢说没事，就是等着吧。然后结果那个军队就是来到。 一个外城，就是他们的这个外面的城市，然后国王他正有跟他请求的时候没事，后来呢，就是他们就是到了这个城内，又到了这个宫殿的附近的时候呢，就大臣还去到国王那里去说，最后呢，就是他说没事，就最后那些这个。 那些，什么这个，就是对抗他们的人已经到了这个国王面前的时候呢，国王就说了，他说，我的眷属也好，一切都是没有什么可靠的。如果你全部就是带走的话，那就是也可以，就是我的这个过程呢，就是全部都给你。或者的话呢，就是你如果不满意的话呢，让我这个杀了的话呢，也可以。让我杀的话呢，我为了这么多的这种。 百姓啊，就这么多的人呢，付出我的性命是我是很快乐的。当时这样说到之后呢，对方的那个就是国王的话呢，就是被他感动了，就是然后他呢就放下了，就是就没有就是通知他的这个过程。有时候我们。 可能看起来是好像以牙还牙，就是我一定要争取什么啊？就比如说我两个人吵架的时候，我一定要赢了，就是才算是我的这个人格，就是这算是我的一个本分。但实际上呢，我们有时候是，也许这个佛教的这种慈悲也好，佛教的这种安忍也好，这样的这种道理呢，就是。 就在从这个修行上是更有力量的啊，就更有力量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刚才也讲到，就是，这个。 所有的布施当中是这个发布施就是最好的啊，就是快乐里面呢，就是这个发乐是最好的，对吧？就是这是一个一个读的话呢，也可以吧，是吧？反正我们有的是时间，对吧？嗯，潘东多当诺班，诺米斯达，贤吉诺米斯达。 无海见，现今我把当人当，但把佛有忙的图，现今动中相继不生化因。下面是从利他的角度来赞叹这个，菩萨的这个六波罗蜜多的功德啊，于理无海见，堪属他海见，不放以多闻，清塔利菩萨，他这里呢。
这些这个恶的话呢，都是有杀生性的，就是有杀害性的。但对方呢，就是都不会有害的。就是说，我看我们佛教团体当中，天天的求法，但是。 接下来的有些行为的话呢，也许有些是业力现前的，也许有些是自己的这种后来的所谓的这个人为也好，就是故意也好。我看我们包括就是现在学佛的这个团体当中啊，就是有些人是很麻烦的人，就是你们都可能知道，就是我们像那个各个班里面的有些人呢，就是来了这个十多年、二十多年的话呢，从来都是不会有任何的害处，就是而且他们对别人的帮助非常大。 就是不管是他的技术上也好，智慧也好，人品也好，什么都非常好。有些的话呢，就是就非常麻烦的，就是今天在这个班里面也是很麻烦的人，然后后来到那个班里面也是很麻烦的，所以好多法师都不敢要，就是到最后的话呢，就是有些是已经基本上是已经论尿了。就我看到，我有时候是接到一些电话，遇到一些人的时候呢，哇，这个人很可怜呐，就是我就跟这个药曲法师们这个商量，然后法师们就是一。 讲起哇，那个人呢，在我班里面就是就讲他的故事，然后这个发生一讲啊，就是他就开始，有时候我们好人的故事也比较多，但是坏人的故事呢，我听的是也比较多的，就是好人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人呢，就是有一这个天性的这种什么呢，就是好的功德呢，就是别人都不太喜欢讲，也不。 记不住，就是比如说我是个好人，我做了一个好事的话，谁都不会讲；我如果我做了这个就是七个这个好的故事的话，那别人都不会知道；我如果做了三个这个坏的事情的话，那就是别人都会知道的。所以也许是这样的，但也许确实有些人是在各个不同的人当中，就是如果这个大家都就觉得口碑很不好的话，那有过失的。就是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个佛教徒的话呢，应该啊。 在我们的这个佛教团体当中，即使你就是不能饶益众生，但是呢，就是不要这个害我们的这个一些群体啊。佛教团体都有一些群体，就是如果一个当中就是有一些人就是经常这个诽谤啊，就是经常干一些很多麻烦的事情的话，那就是一个是对我们的法师也好，对负责人也好，像我们那个。 各个地方也有这样的，我希望我们很多人这个依靠佛法来这个害众生，这是很不好的啊。就包括我们出家人也好，有些的话呢，把这个佛法当做这个用一些赚钱的这个工具啊，就是以这个佛法的名义来，就是开始说神通啊，就是啊开始啊我要修建修建什么什么，就然后把钱已经收回来了以后，就开始干什么其他的事情，那这个过失是。 非常非常大的，就是你如果不相信因果，就完全是一个无神论的话，那你可能这种方式，也许如果没有这个犯法的话，那就做得开。但是到了来世的时候呢，你肯定就是跑不脱的，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个。
不同的这种手段来纪念了自己，要好好的想一想。我虽然就是不能饶以众生，也不能呢就是弘扬这个大乘佛法、大范围的，我就对很多人的相续当中的这些无名就是全部欠作啊，我就每天都是就是付出一切，就是利益众生，就这个做不到。但是呢，我至少也是我还是自己就是就。 干我自己的这个事情，如果我无意当中害了别人的话呢，那我要这个忏悔，就是我要这个好好的，这种这个道歉，就是这样好一点。不然这个真理啊，此界是不害，就是这个大乘佛教当中不害是很重要。这个害的方法是有各种各样，有些拉着刀子害你的，有些是用语言来就是经常害别人的，有些是用自己的行为来就是经常这个扰乱，就是啊，有些我都有时候觉得是这个。 就比较麻烦的人呢，就是还是很多人就是就讲自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呢，就是有利的事情呢，就是他从来都是没有的，就是然后有害的事情呢，就是经常在不同的这个群体当中就是散发，就是而且也带来很多坏的影响，就这样不好啊，嗯，大家要记住。这是第二个，就是第三个呢，就是说是这里这个健康树啊，就是。 健康树，他害就是，但是我们，安徽人士的里面就是无害见，就是这个见是放在那个里面，就是放在此界里面，就是然后马峰仁波切跟这个建议里面的话呢，就是说无有这个妄语啊、欺骗呐、啊，就是凡是这个任何这个损害的这种见解就没有这样的见解，或者说是安忍这个看书啊，就是让他人的这种危害是有的话呢，不但不害他，就是自己完全的。 是可以看看事啊，就可以看人啊，就别人对你的诽谤也好，别人对你的这种进行加害的话呢，你都完全的是可以让这个冷忍受啊，就是冷忍受，就这样的也可以啊，就是这样的这种叫这个就看事啊，就是兼看事，他就是这样也可以，或者说是这个间接和这两个选择性的，就这样解释也可以。这是第三个，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叫那个见啊，就是。 见是坚固，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心智善法方面呢，就是不退转啊，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其实很容易退转的，就是这个呢就很重要，就是你。 比如说，有些人发现就是多少年宿命呢，就是这个人很坚定的，很坚强的啊，就是有些我们那个学员当中经常有这样的，比如说他在这个部门发现，然后过了3年以后又在那个部门发现，一直不断的就是。 可能自己也是有这个意了，就是这个发现，或者有些这个问思修行，包括我们这里的堪布堪布啊，就是大家这个文法跟大家传法，就是这个是已经就10年20年很多年了，就是这个是很好的，就是要人要不是今天就是这里做一个，明天那里做一个，短短的人生当中，我们要很多的翻身，可能没有这个时间了，就来不及了，就是所以。 我们要这个要坚持这个很多年，就是精进的这个弘法利生也好，利益众生也好，心智善法，就是这叫做就是翻译的那个见啊，就是见是这个坚固稳固的意思，这是精进波罗蜜多。然后不翻译就是不翻译的话呢，就是因为那个安住在一些寂静地方的话呢，就是不要有这个散乱了，而且呢就是也不会单住于一些这个。 就是这种忏的这个味道当中，如果你单住的话，那已经真的放逸了。就是这个是精进波罗蜜多，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多问就是多问的话，智慧波罗蜜多，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这个善知识面前呢，就是多这个多问啊，就是光闻波削，就是那么以这以上的这个六种啊波罗蜜多的话呢，就是主要是利他种的层面来就是讲的。那这个功德呢，也可以回向给众生，然后自己呢，就是也生生世世的。 发愿就是依靠在六种这个波罗蜜多来这个信持啊，就是来波罗蜜多来这个信持，就是这就是从这个利他的角度来讲的，就是这个很重要。那么下面呢，就是讲到人格用事总本念某些，龙须马吉兰困门人。 而南无就是金身蓝开，大那啊，大恩没得，能得饶内相求三化印。下面是用那个安住这个内在的这种方式来赞叹，这个菩萨啊，就是赞叹这个菩萨。
那么这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这个就知之过不贪不恨，瑜伽通三想无恶见，乃诸内菩萨。 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受用，这个财产是归为己有的话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过患，就是什么样的过患呢？我们如果知道这个财物的这种本质的时候呢，实际上它没有什么这个无常的，它就是跟我们带来就是很多的这种痛苦啊，就是带来痛苦。还有它就是是这个没有闻过的，就是如梦如幻一样的。如果我们真的会特别的去执着这些财物而不去布施的话，那让我们可能会堕入这个三恶趣当中啊，它会给我们带来这个障碍呢，就是解脱就散解脱的这种闷啊，就是就会有一定的。所以呢，我们要就是知道这个忧虑这种财富的这个故事以后呢，就很愿意这个布施。当然，我们有时候。 这个修行过程当中的话呢，可能不管是财富也好，身体也好，就是，不治，这个很重要，完全不治治没办法的。但是我们长期的闻思中观呢，闻思这样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跟从来没有闻思过的人还是比较起来有一定的差别啊，就这一点有差别的。你看到的这个财富有的时候呢，就像这个如梦如幻一样的啊，就是今天有了，但实际上它也是无常的。 而自己的身体也是这样的，就这样的话，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是很有意义的。就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降戒律啊，就是不贪着这个世间的这些余苗，就是然后呢，就是抛弃自己的这种俗人的这种行为啊，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这个出家，就是这个戒的话呢，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大部涅槃经》里面也说了，来至这个孝罪心生畏惧。 啊，就心生这个怖畏，护戒智信犹如金刚，就是说，我们这个哪怕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戒的话呢，啊，就是应该就是像这个护自己的眼目一样来这个护持，而且受戒的这种心呢，就是像那个金刚一样，就是坚定不移，不管你受居士戒也好，受出家戒也好，堪布净士的这样的无贪的这个戒律呢，就是也很这个重要啊，就是。 当然，这个受戒呢，就是也是，长期这样受，就是像金刚一样的话呢，也不是很容易的。尤其受持戒律之后的话呢，在这个生活当中，经常这个遇到一些，这个犯戒的这种这个因缘、无缘啊，就这比较多的。以前上次经常也讲过，这个尤其是受戒的这些出家人的话呢，那么这个年轻的时候呢，就是贪欲心就是很麻烦，就是就如果不对治的话呢，就是经常会犯戒的。中年 的时候呢，就嗔恨心很严重，就是如果不注意的话呢，也会坏这个菩萨戒的。那么就是人就是跟年老的时候呢，那个痴心啊，就是因为经常这个会面就碎面呐、啊，就是然后就越来越糊涂啊，就是这个痴心很严重，就是所以贪嗔痴呢，就是时时的是对我们也是在这个攻击当中，就是所以用真知真念来护持这个清净的戒律，无贪而信，就是这就是很好的。 一个这个戒波罗蜜多啊，就这是不贪啊，就是然后这个不恨啊，不恨的话呢，也就是说，这个对方呢，就是对你进行这个加害，就是用这个身体大语言骂，然后用心里面就是经常对你这个不满，就是显现各种这个态度的时候呢，那我不单就是不以牙还牙，就是甚至的话呢，用慈悲心来把他当做我的父母啊，当做善知识啊，但这个很难的，就是很多人。 受这个一次两次可能忍一下，那多次的话，那都可能，确实是很难的。但按照菩萨的这种这个行为的话呢，都能这个安忍。然后精进的话呢，就是修这个瑜伽啊，就是这个修瑜伽就止观啊，就是也就是说这个机智和身观，就是因为这个是跟那个就是精进法门就是很有关系。就我们现在禅修啊，就这些方面就是大家都在努力，就我们也希望就是边就是问事边稍微。 对自己的心有所帮助，就是这个很重要。然后这个禅定的话呢，就是他这里要精通那个寂止的相和，还有这个竖持这个高昂的相，还有呢就是竖持这个什么这个灯摄相，就是中共有三个相。
禅定就是修禅定的时候需要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对实践的育苗特别特别贪着的时候呢，要通过这个轮换的过患呢，过患就是向着这个轮换的过患，然后端出就是这些色色香味的这种贪执，就是这个叫做是寂执相，就是我们对这个就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话，那我们一直可能是贪着这个外境就是这样的，然后如果我们修行过程当中里面就是昏沉啊，就是或者 说是这个，就是那种睡眠呢，就是非常严重的话呢，也没办法这个修行。这个时候要用告暗相，就是也就是想经常就是用这个，就增作净慎，或者说是向导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功德啊，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就是将自己的昏沉就是开始进行对治，就是这叫做告暗相。然后这个灯舍相，就是灯舍相的话，如果我们信呢，就是一直是没办法按。 住就是在外面一直这个散乱散色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心把它收回来，就是然后安置，就是依然安住，就是这叫做顿时相，就是没有任何的分别念的境界当中安住，这叫做是散相，就是这恭维于这个散相去修禅定的时候，应该这个地方是个分号。然后呢，就是还有呢，就是具足这个无有我见的这个智慧。 也就是说，这个智慧波罗蜜多的话，那就是具有这个无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那么这种这个修法呢，就是实际上是菩萨就是从这个内安住的这个层面来就是进行赞叹的啊，就是我们对这个菩萨的这种赞叹的话，那就是也可以说是一种内安住的这种方式来这个进行赞叹啊。其实我们这种赞叹呢，就是也就是说这个自己。 修的过程当中呢，就是经常就是念诵也可以，或者说是以前就是诸佛菩萨所做的一些对佛菩萨的这个赞叹，我们做这个赞叹也是可以的。 啊，就或者呢，就是自己造，就是就比如说这个佛赞啊，就是菩萨的赞啊，满分仁波切的著作里面就是对这个八大菩萨都有，就是一些短短的那个就是赞颂文啊，就是以这个缘起空性的道理来对佛有这个赞颂文，就是其实这些就是还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这个生生世世的是应该要这个赞叹，就是这样这个诸佛菩萨的无量的这个功德。那么，这下面应该从此是这一段，这一段的，这一段的般若擦云的呢，那尔等尔当然人格对嘛切，占作心的念不尔觉彼得，他把门持相就生化印，坏此智禅的疏苦不贪乐，真如真念如定心成不乱菩萨，真理是主要是用这个菩萨的就是大乘这个不乱，就是也就是说是一心不乱，就是从这个层面来就是赞叹这个菩萨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不施度啊，就是也就是说菩萨呢就是怀有这种自信，就是看到这些众生就是要让他们获得尼库德乐，就所以这个做布施的。然后那个持戒的话呢，就是他安住于智禅有愧的功德。 就是别人对他进行加害，就是他能接受，就是能忍受，就是别人的痛苦。然后不贪，就是他不贪的话呢，对这个世间的，就这个精进波罗蜜多，就是睡眠也好，这个还有那个就是休息也好，就是吃喝玩乐也好，那么这些呢，就是他不贪了，就是他一心一意的这个利他。然后恒常呢，就是具足什么呢？ 就是正念，就是也就是说，这个是禅定，就是他禅定的话，那就是他经常处于一个不散乱的这个状态当中。然后智慧的话呢，他已经这个具有原理，就是一切变的这种智慧。那么就是处于这个如根本慧定啊，就是如意之中根本慧定，就是所以说呢，就是这就是什么？ 就是就菩萨的这种根本慧定啊，就是菩萨的根本慧定。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上面就是有六种功德吧，就是六种功德，六种波罗蜜多。那么这就是使这个大乘一心不乱，就是他的这个心就是安住，就是从这个层面呢，就是进行这个赞叹，就是菩萨的。
那么最后一个颂词的话， 而等我的事当等我的没事的念着等我的做吧等我的直接把没等我的男主等我的没多吧等我的客人等我的客人相处生活也等我的痛苦嗯啊出苦不领苦人苦不为苦脱苦不及苦成熟苦菩萨他这里每个里面有嗯 出苦不领苦弥勒菩萨很会造论了是这个苦都是有不同的六波罗蜜多都讲苦来开始解释嗯那就首先是出苦啊就是通过布施波罗蜜多啊就看这个众生的心灵的贫穷也好然后这个物质上的这个贫穷的话呢依靠布施来这个牵出这些众生的这个痛苦就是这就是布施的这个功布施 然后那个不领苦就是不领苦的话呢那么就是他有这个戒波罗蜜多的原因呢就是不会这个杀生就是让这个别人不会痛苦的不会吐道就是还有呢不会这个说妄语当当就是这些痛苦就不领苦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六波罗蜜多或者是没有这个清净戒律的话都很痛苦的就是所以让众生呢就是不让痛苦就是这是戒律啊就戒律然后忍苦的话呢就是 按忍啊就自己的一切这个生活当中的苦啊就包括什么这个嗯秋发的这个痛苦也好这个身体的病痛也好饥饿的痛苦也好我们不应该那么苦就是有时候我前一段时间在新闻上看到有一个女的那个她整个这个两只手都是没有的就是从小的时候她那个癫痫就是就是好像那个就高压电就是心血最后都是整个身体但是她好像看起来很开朗的就然后自己用脚趾就是来这个你们肯定就每天都那个新闻里面有嘛就是那个里面然后她就用脚趾来可能吃饭也好就取报也好开门也好全部都是 我就心里想哎呦就如果一个人就是这样的时候还不会那么的这个上心就是我们可能有些人的话呢就是连那个两只树都没有的话那什么事情都可能没办法就想都没办法想而且大电脑啊就是天天上网啊就让路上的时候就是他可能是主要是这个嗯叫不能用的时候的是比较 比较困难就其他都很多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精进也好我们的安忍的话呢啊真是如果特别难忍的这些痛苦我们不得不忍但一般的一些痛苦不管是心理的痛苦也好身上的痛苦也好其实每个众生都有痛苦但这些痛苦呢不是不能忍的主要看你的那个内心就是能不能坚强就是身之为一可逆者冲生什么冲生生既有此而苦日日坏事间就是我们用这个 以前那个里面也讲过嘛就是四百轮当中所以我们实践当中的话呢就是有些比较胜者就是比较了不起的那些人的话呢他有意识上的痛苦啊就他的身体的是没有什么就是痛苦的但是一些劣者的话呢就是身体上的痛苦但看如果坚强的人的话呢真是那个嗯你看像那个以前我们经常也讲过就是尼克的这个他整个四肢都没有就是就变成一个如丘一样的但是他那么开朗那么开心 然后两只手都没有的话那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是那么灵活所以我们有时候是可能就是没有理由就是啊我很痛苦啊我很累啊我踢个睡很痛苦啊我做个事情很累啊就是好像吃饭都觉得特别累特别辛苦这样可能不行的就是要坚韧啊就是要这个忍苦啊就忍苦就是说安忍波罗蜜多这个安忍波罗蜜多不一定别人忙我非要忍一下不一定就是我什么苦都能忍得下来就是 这叫做是坚强然后呢就是这个不为苦就是这个精进的话呢就是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呢尤其是利益他众就是不要这个畏惧遇到一点点不要退缩啊就是一点点批评以后啊我不发心了我现在就好好问死然后问死上面就是遇到一点的我不想问死了我要去发心去 就是很多事情，就稍微遇到一点点的时候呢，都开始。
其实这个应该是利益众生方面就是不能那么的这个脆弱，对吧？然后脱苦是指的是什么？这个金缕堕啊，就是金缕堕的话，那就是修这个禅定呢，就是离开了这个欲界的痛苦，也离开了这个色界当中的就是意识上面的一些禅定的这些痛苦带来的。然后修智慧波罗蜜多的话，那就是不计苦，就是不会分别苦啊，就是也就是说这个苦者也好，受苦的法也好。 就是还有这个，能苦的这些感受啊，就是这些呢，就是就苦者苦，能苦者受苦，这些什么都不存在，就是不计三轮分别，就是这样的话，就这叫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菩萨的般若波罗蜜多，也就是说是从那个。 作为菩萨的话，那就是从成熟通过层面的话呢，也值得这个赞叹的。我们用这个苦来就是赞叹啊，就是菩萨呢有六波罗蜜多来，可以说是出苦不领苦，苦苦，人苦不为苦，透苦。我们在讲释学里面，就是专门有一种修饰，一个字反反复复的用，就是什么什么这个前后都用，就是那么这个呢也跟这个。 差不多吧，就是每个偈颂当中都是有前面三个里面有，就是两个，就是然后后面有一个，就是总共有七个苦，那个七个苦来这个宣说菩萨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就是也就是说不是轮回的这种痛苦的这么一个精神。好，今天我看这个偈颂念了嘛，是吧？好，今天讲到这里。 Om Mani Padme Hum.